大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纽卡素高薪引诱连加特啊！昨晚啦，《泰晤士报》记者 Duncan Castle 咧就喺个人 YouTube 频道上面透露咗，纽卡素啦将会花费啦大手笔啦嚟到吸引连加特加盟。Duncan Castle 就话啦，根据之前嘅信息源透露啊，连加特本人认为对佢兴趣最高嘅球队啦系纽卡素而唔系韦斯咸。因为啦，纽卡素啦系今个赛季嘅任务更加艰巨啊，佢哋必须啦努力留喺英超，唔好被降班。并且啦要招兵买马，闯出一番天地啊！纽卡素方面啦，希望1月份啦就能够引进连加特，佢哋甚至愿意开出20万英镑嘅天价周薪。不过啦，呢个都唔代表啲乜啦，纽卡素啦仲需要攞出更有说服力嘅条件啦，先至能够令到连加特加盟啊。根据之前嘅报道，连加特本人啦同曼联嘅续约系一度陷入僵局。咁目前睇嚟啦，佢离队嘅形势咧已经系势不可挡噶啦。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 like，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